好，今天呢，我们来学习语法总结课的第四课，也是我们之前学过的第六课和第七课中出现的一些重点的语法知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。首先呢，第六课我们学的是什么内容呢？图书馆哪内있어요？在图书馆里是吧？就说我学过了一些位置名词，还表示位置方向的一些内容是吧？图书馆哪内있어요？好，首先我们看一下第一个。名词后面加 a 是表什么？是表示什么呢？什么意思呢？加在场所名词后面，这个名词呢，就是一般指的是场所名词后场所名词了。就是后面加 a 呢，表示人或者物品所处的位置或者是场所。然后它经常和 있다 없다 连用，经常有和没有，比如说什么在什么在哪里，或者什么不在哪里这样的意思。好，我们看一下。基本的位置名词和或者是表示可以表示场所的一些名词呢，都可以后面加 a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一些就是专属的专用的位置名词，我们所说的上下左右前后啊这样的词怎么说呢？首先第一个 위 上对吧？책이책상위에있어요。책이책상위에있어요。书在书桌上面，看后面位置名词后面加了 a，然后后面又加了 있어요，有是吧？在那儿，不在呢？我说不在书桌上面，我说书不在书桌上面。책이책상위에 없어요。然后上好一个，好下一个上，然后接着下아래아래，对吧？左왼쪽왼쪽，右오른쪽。오른쪽 up 前 up 后呢뒤뒤旁边옆옆里面里안안外面呢外밖밖好，除了这些专用，你看专属一看就是位置是吧？说明就是位置，就是这些位置名词。那其实好多的名词可以表示场所的名词也很多，比如说公司啊、家、学校、食堂、图书馆、邮局啊、银行这些都可以是吧？집、家、학교、学校。然后看一下句子，우체국이오른쪽에있어요。우체국이오른쪽에있어요。邮局在右边。看，而且用。和一到大连用的时候。